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，大家轮番上阵，要挑战连续把杯。果然有神之手，连续七个醒杯，幸运降临，无人能挡，将最大奖庙前广场这台价值160万的进口车开回家。没了，叫开了，召开啊，召开召开。啊，你后生搁关十万呢？开了开了开了哈，妈做家庭看绿。老爸爸笑得合不拢嘴，儿子孝顺，第一时间就把百万名车转送父亲，还包出10万元大红包回赠庙方。这还要缴赠与税，还要缴税，可能还要30-40万呢，没关系啦，高兴就好。幸运得主是云林虎尾这一名36岁国中老师，带着一家大小来试试手气，没想到一路上过关斩将，从7万人中抽出60人，接着又连续掷出7个醒杯，东扣扣西扣扣，赠与税、保险费、理牌费大约31万，但比起这百万名车还是划算。陈伦斌云林报道。